你是谁？你咋在我家里？我是在家里照顾您的。我咋了？您病了，昏迷。我不就睡了一觉吗？ 已经睡了2年多了，妈妈。嗯，月月非要站着尿裤子了。啊，你去给他换上就行。嗯，你是谁家的孩子？妈妈，是奶奶在说话吗？嗯，你快去帮月月把裤子换上啊，去吧。 去厂里找一下爸爸，你带好妹妹，千万不要出院啊！他尿尿呢？佟丽，拉屎呢？哎呀，你咋那么多问题？不许出院啊！孙娟，咋了？ 咋了？说话咋了？你死了！醒了！醒了！醒了！你这是救了我爸媳妇儿，我们仨的妈。娟儿，你这辈子就是我们老周家大闺女。我有点害怕。怕啥呀？我爸、我哥、我姐肯定站你这边啊。 我不是怕这个，你咋了？我怕万一眼花了呢。天天盼着这一天，就产生幻觉了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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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说话。嗯。说啥了呢？ 我都跟你说过了，奶奶，奶奶，你快来！妈，儿子，奶奶跟你说话了，说啥了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还说啥了？你没听错啊？我不知道。 今天晚上开始，以后我陪妈睡。啊。
マジは。妈，我饼块老疙瘩。快，妈，你喜欢吗？啊，我饼块啊。妈们倒水去啊！妈们倒水啊！慢点，慢点。不要我了呢，所以你是妈的心肝老疙瘩，买点冰棍儿。妈在睡我吗？啊？嗯。行了，等现在又睡了，这样不行吗？你得有个过程吧，对不对？你说上回到这回是七天，下回可能就三天一醒，然后就天天就醒了嘛，是不是？嗯，就谢谢你娟儿。你一孩子醒了，扎死了。你俩起来，起来挺好。我告诉你俩啊。你俩现在是大孩子了，得为大人分担事儿了，知道不？那以后白天我要上班，妈妈要不在的话，你们得看好奶奶，她有啥事儿，你们就能办的办，不能办的找大人，啊。睡。啊。他俩能办啥？能办啥是啥呗。你俩是谁家的孩子啊？我是周南。周南，那他呢？他是冯玉。冯玉，他妈妈是叫周荣。月月，你是月月吧？来，到姥姥这儿来。我是姥姥，上炕来让姥姥抱抱，快点的，上姥姥这儿来，来上炕。小舅母，他起来呢，说话呢。妈妈，他只知道月月，不知道我。你先跟妹妹到院里玩一会儿，啊，去吧。